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 ,QQ,com 很抱歉，由于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61101.13080.1。D3D3731212645B3BFFEC584A73-70201 我要反馈播放下一集 0.0 直播 0. 弹幕字适应倍速 0.5x1.0x1.25x1.5x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 50%,75%,100%,00240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 61101.13080.1 版本号 3.4.37 2018 年8月28日10:05:04播放流水 D3D3731212646F5B3BFFEC584A73-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oarr.pushvid00204-img.htp.news.gtimg.com.news.211-264-4800 Dave 视频 NBA 未来撞秀董歇奇2017赛季劲爆集锦时长约6分36秒腾讯体育讯表经时间8月29日据 Talk Basket 报道斯洛文尼亚男篮今天在推特上公布了参加今年9月份世预赛的大名单独行侠探花者卢卡东谢奇没有出现在其中奥胖平最佳双人组乔丹联手科比鲨鱼搭档大帅东谢奇是斯洛文尼亚的明星球员斯洛文尼亚男篮是2017年欧洲杯的冠军可是他们可能无缘2019年中国世界杯在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仅取得2胜4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六如果斯洛文尼亚想晋级世界杯那么就必须在第二阶段保持不败。目前在斯洛文尼亚所在的小组中西班牙男篮以6战全胜的战绩排名第一土耳其和拉脱维亚以4胜2负的战绩分列第二和第三乌克兰和黑山以3胜3负的战绩分列第四和第五。但是斯洛文尼亚似乎已经放弃了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因为他们并没有派出最强阵容出战第二阶段第四窗口期的比赛。在第二阶段第四窗口期斯洛文尼亚将先后挑战拉脱维亚客场和土耳其主场。今天他们在推特中公布了参加这两场比赛的大名单。独行侠探花者东谢奇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东谢奇的皇马队友克莱门普雷佩里奇也不会参加这两场比赛前 NBA 球员安东尼兰多夫将会参赛东谢奇现年19岁他身高 2.03 米体重103公斤能打控球员位得分后卫和小前锋三个位置2017-18赛季在西甲赛场上东谢奇场均能拿到 12.8 分 5.7 个篮板五次助攻和一次抢断而在2017-18赛季的欧冠联赛赛场上他则场均能拿到16分 4.8 个篮板 4.3 次助攻和 1.1 次抢断东谢奇帮助皇马获得西甲冠军和国王杯冠军他本人连续三年入选西甲最佳年轻球员阵容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最佳年轻球员奖2017年与2018年他在2017-18赛季当选西甲常规赛 MVP 进入西甲第一阵容与此同时东谢奇在欧冠联赛高歌猛进包揽欧冠常规赛 MVP 四强赛 MVP 和总冠军进入欧冠最佳阵容找雷